你好中意哥哥咩？你好中意啊？咁 kiss kiss 哥哥？唔啊。哥哥靓唔靓仔 ？Yeah，no。哥哥靓唔靓仔啊？说起熊黛林，很多粉丝都会想到她是超模，也是阔太太，同时还是两个小萌娃的辣妈了。这不，熊黛林就晒出自己的女儿的视频画面，小丫头看着书籍似乎想说什么，牙牙学语的样子也是很呆萌。不过网友却注意到小萌娃对着书封面上的小男孩亲吻，也是可爱到爆啊，不少粉丝就开始调侃了，小小年纪就开始懵懂了吗？随后被问是不是好中意小哥哥，小萌娃还继续点头亲吻，网友评价这简直都被心给融化了。希望熊黛林下一次能够让两个小萌娃一起出镜，泰勒和莱欧娃一起，欢乐系数一定会翻倍的了。